几个月前你就从研究那边离职嘛，哈。那当时大家说，就传闻说可能是有些的压力让眼见停掉这民调中心。那现在很高兴看到你在这边自己自创品牌来经营这个东西。所以，当然就一个媒体，我们当然要问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如何向我们的媒体同业说明你当时离职跟现在离职的过程当中里面，你的民调中心是有更强而有力的可信度，那你没有受到可能其他的操弄。那之前的离职的过程当中里面，到底是不是研究有受到一些比较不当的压力啊，害他们必须停掉这个东西？那么现在趁这个机会讲一下。好，谢谢您。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半年前离开远见，我想那些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哈。那我以现在的立场，我不方便为远见做什么样解释，而且总编辑也好，或是跟高层的这个负责人也好，都也做过了一些说明啊。但是基本上面来讲，当初坦白讲，过去二十年有在做民调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这个朋友认识我比较久的，我过去其实因为这样的事情离开并不是第一次。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一行的工作者必须要很认真很战战兢兢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当然更不用讲就是说我们要去抗拒任何的政治上的压力或干预。那当然像刚刚提到的之前有任何的这个单位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这些我都不予置评了啊。有些就算我或许知道某些事情我没有证据，我也不能乱讲啊。但是往往有些事情是不会有证据的，我也必须这么说。所以有一些不愉快的，或是包含就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想我们就当作过去式了。谢谢各位。民众对马总统评价以及连任后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那这个调查地区当然是以台湾全国22个县市，那调查对象是年满20岁的民众。我们调查时间是在5月6日到8日，那调查方法当然是用电脑辅助的访问方式，就是 KT。 那抽样方法采随机跳号，我们最后成功访问了1067位的这个受访者。那抽样误差在现在水准95%以下，它的误差值最大的误差值跟理论值是-3。那整个代表性，我们透过检定以及最后做 ranking 的加权之后，那已经使得我们的样本符合整个母体的特征，具有代表性。那以下这针对这个调查的发现跟一些结果，我们请这戴总经理为我们做一些精辟的解释。那以下就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一次做的所谓的这个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的部分。那第一个当然是民众对国内整体经济的看法，我想这基本上已经变成常识了啊。就说基本上大家觉得好像很好跟还算好的加起来，其实大概只有不到一层9.3%。那很有点不好跟很不好的8%多。这是大家对目前整体经济现况的看法。那即使是在泛蓝的支持者里面，大概也有将近80%会觉得不好，觉得好的只有15%。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另外一个是民众对家庭财务现况的看法，像刚刚跟各位所报告的，就是这个题目的本身，其实在叙述上，我们是问到他平常跟他同住的家人日常收入开销跟其他财产整体来讲够用不够用觉得有够用的4%4%，觉得不够用的才5%多那为什么？但是大家对国内整体的情况会这么样的一个忧心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预期心理觉得未来的前景的问题，再加上看到政府政策的处理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民众对马总统的信任度，讲信任的只有30%不信任的57%，信任比不信任大概是1:2是1:2。那当然，我们如果从年龄层来看，从这个蓝绿的这个立场来看，基本上当然不信任比较多，蓝的部分有60%是信任，30%也是觉得不信任那中立选民，那当然这个不信任比例也高，泛绿就不用讲这个是一面倒。一个大的趋势，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如果我们看红线的部分是不信任蓝线的部分是信任，这次调查结果它破了破到35%以下。不信任的部分来讲，就是从当然一开始很低，到现在是57.4%。就像我们这一次刚刚跟各位所呈现的数据来看，在这个时间点，说满意的25%，说不满意的67.5%，很高的比例100位的民众里面，只有7个人没有表态只有7个人没有表态，所以意见的表态的比例是非常高那当然，如果我们从县市的区块来看，当然是这个相对来讲是一面倒的不满意的居多了只是有所高低对马总统的这个表现大概是1:1。那中立的部分其实也是大概20%对70%，也是一个比较悬殊的部分。那泛绿当然就不用讲
好，以现在马总统执政四年来讲的满意度跟不满意度来讲，它相对来讲都已经是扩张到已经到顶了，不管是满意度25%，不满意度67.5%。如果我们讲的比较白话一点，现在是从过去四年以来，现在当然是民怨到顶了啦，到顶了。那这张表相对来讲好，对国民党好感的33.6%，那我们看民进党对民党好感的34.2%。那对国民党反感的48%，将近一半；对民进党反感的41.9%，稍微比国民党少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讨厌国民党，他的反感的比例高一点，民进党稍微少一点。2012年5月上旬的调查，下一次就是5月下旬，这次的调查结果，民进党是45.5%，国民党是41.3%，这些都不是百分比，这些指数。民进党的反感综合来看，是比对国民党的反感少一些。好，这个题目第一个，好，被过度包装美化，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第二个是被夸大功效，有过一半的民众认为他是被夸大功效了，被夸大功效，甚至包含之前政见的承诺，那贬值的过期产品有38.5%，这项比例上面也带有40%的民众认为马总统品质内容实在，这个产品商品品质内容实在的有还是有30%，品牌值得信赖，觉得他不管清廉或各种方面，这个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有28.5%，值得推荐给别人24.8%，大概都是25%到30%之间。这个是我们把年龄跟这个政党立场找出来做交叉分析，大家可以特别看到20岁到29或30到39岁，基本上面来讲，这些比例都非常的高，6%到70%。过去四年或许是一个马总统的信任上面有一些危机必须要去注意，但是未来这四年除了民众的信要恢复民众的信心之外，相对的领导的危机可能是现在正在逐步面对的。